鬼賤，有得發撚效。哼！呸！哦，想毒死我了喎！你奸夫人婦飲翻杯先啦。
好傻啊！咁樣，喂，喺度就喺度，唔喺度就唔喺度。發撚姣嗰時就出去揾啦，啊！出邊冇咗又翻嚟，我知我冇用，但係我話曬都係你老公啊。
早上好，一起来关注国内外的焦点新闻。国内发生一起丧尽天良的命案，曾经轰动一时的杀母冷血案犯人李晨喜，在出狱未满一个月，再次干下令人啧舌的凶杀案，而受害者竟然是凶手的父亲。令人不解的是，凶徒的干案手法与七年前杀害母亲的手法一模一样。目前，犯人已被法庭宣判无期徒刑。感谢收听。